是中国兽王 Fly 百分百，我的梦想是继续坚持自己喜欢的电子竞技，是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电竞，加入到我们电竞中来。更希望每一位参与进来的玩家都能找到他自己的快乐。高中毕业的时候选择成为一名职业选手，在那个时代其实并不被人所看好，大家就认为说玩电竞就是不学无术，只有这个好好的去念书，好好上大学才是一条正路。梦想我觉得它是一个过程，在这个过程中也会遇到自己的瓶颈期啊，有时候也会觉得很沮丧，会问自己啊，付出这么多到底值不值得啊。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些玩家他们还会说，哎呀 Fly 最近这状态真的好差呀， Fly 为什么你还不退役，为什么你还要坚持。其实坚持是很重要的，往往就是你觉得天塌下来的时候，其实人生才刚刚开始。不服输，为什么你要去嘲笑一个很努力的在认真的人，然后我要化悲愤为动力更努力更认真去告诉他们Fly 是可以做到。2015年的